因为上主把所有人类的祝福给了他们。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，阿们。愿主与你们同在，与你的心灵同在。今天我们在教会纪念圣雅静和圣阿娜，按照教会的传统，他们两位就是圣母玛利亚的父母。这两个名字没有在圣经里面出现，不过我们还是相信教会的传统，教会的智慧，我们相信在教会的圣传有圣神的恩宠。我们的圣道历开始，我们求天主宽恕我们的罪过。我向全能的天主和各位教友承认我四言行为上的过失，我罪，我罪，我的重罪。为此恳请终身童贞圣母玛利亚、天使圣人和你们各位教友为我祈求上主我们的天主。愿全能的天主垂怜我们，赦免我们的罪，使我们得到永生。阿们。上主求你垂怜，上主求你垂怜，基督求你垂怜，基督求你垂怜，上主求你垂怜，上主求你垂怜。请大家祈祷。上主，我们祖先的天主，你赐给了圣雅静和圣阿娜特殊的恩宠，使你降生成人的圣子之母，由他们生养教育。求你因二圣的转求，赏赐我们获得你所预许的救恩。以上所求是靠你的子，我们的主天主耶稣基督，他和你及圣神永生永望。阿们。攻读出谷记。以色列人民全体从厄林启程，来到厄林和西乃之间名叫新的旷野，实在离埃及后第二月的十五日。以色列人民全体在旷野里都抱怨梅瑟和亚郎，他们说，我们宁愿在埃及坐在肉锅旁，有食物吃饱的时候，死在上主的手中。你们领我们到这旷野里来，是想叫我们饿死啊？上主对梅瑟说，我要从天上降下食物，人民每天必须出去收集当天所需要的，这样可以考验他们是否遵行我的法律。到第六天，他们准备带回来的食物要比平日多一倍。梅瑟对亚郎说，你对以色列全体民众说，你们要站在上主面前，因为他听见了你们的怨言。亚郎正对以色列全体民众说话的时候，他们转面朝向旷野，看见上主的荣耀显现在云彩中。上主对梅瑟说，我看见了以色列人民的怨言，你告诉他们，黄昏的时候你们要有肉吃，早晨要有食物吃饱，这样你们就知道我是你们的天主上主。到了晚上，有许多鹌鹑飞来，遮盖了荧幕。早晨，荧幕四周有一层露水，露水蒸发之后，在旷野的地面上留下稀薄的像霜的碎屑。
以色列人看见了，不知道这是什么，就彼此询问，这是什么？梅瑟告诉他们说，这是上主赐给你们吃的食物。上主的圣言。感谢天主。天主赐给了他们天上的食粮。天主赐给了他们天上的食粮。他们心中试探天主，要求他们贪吃的食物，出言反抗天主说，天主岂能在沙漠里设宴？天主赐给了他们天上的食粮。世人分享了天使的食粮，他赐下食物，使他们饱享。天主从空中掀起了东风，以他的大能引来了南风。天主赐给了他们天上的食粮。他使食物缤纷落下，他赐下的飞鸟多如海沙，降在他们军营中间，落在他们帐幕四边。天主赐给了他们天上的食粮。哈利路亚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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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利路亚。种子是天主圣言。撒种者是基督，凡找到他的人必将永远生活。哈利路亚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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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利路亚。愿主与你们同在，与你的心灵同在。恭读圣马窦福音。主愿光荣归于你。那一天，耶稣从屋里走出来，坐在海边，有许多人聚集到他跟前，他只好上船坐下，群众都站在岸上。他就用比喻给他们讲论了许多事，说：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，撒种的时候，有的种子落在路旁，小鸟飞来把它吃了；有的落在泥土不多的石头地里，因为土壤不深，很快就发了芽。但是太阳一出来，就被晒焦了，又因为没有根，就枯萎了。有的种子落在荆棘中，荆棘长起来，便把它们窒息了。有的种子落在好地里，就结了果实，有结100倍的，有结60倍的，有结30倍的。有耳朵的就听吧。上主的圣言。基督，我们赞美你。以色列子民离开埃及以后，他们开始抱怨天主，他们开始想念在埃及能够吃的东西，所以天主听到他们的祷声，听到他们的怨言，所以天主行奇迹，赐给在旷野，赐给他们东西吃。那天主的安排非常特别，每天晚上有肉，他们可以吃。就是鹌鹑飞来，
后来变成犹太人的食物。那隔天早上有所谓的玛纳在地上可以捡。所以我想这样的安排就是每天一样，晚上有肉，早上有玛纳可以吃，也证明天主的智慧。而且这样的安排看起来有条有理，很清楚的安排，什么时候有什么东西，什么时候可以用等等。我想人有时候就是需要这样的很清楚的安排，在我们的也是在我们信仰生活中需要这样的安排，需要一些规定。所以我觉得虽然我在圣言会有时候也蛮辛苦，要服从修会的长上等等，要遵守每天的安排，修会的安排，可是我觉得我也蛮喜欢这样的生活，每天的规定让我其实比较轻松的生活，不必自己想要怎么做。我想在圣母玛利亚的家庭也有这样的精神，因为我们看到圣母玛利亚最伟大的圣人，她应该从小时候有好的环境可以长大，所以我们今天特别感谢圣母玛利亚的父母圣雅敬圣安娜，是他们的安排，当然是天主透过他们给圣母玛利亚这样的好的环境。所以家庭非常重要，因为天主的恩宠虽然我们可以说是从天上下来的，不过天主的恩宠不会一直飘在空中，天主的恩宠需要具体的人，具体的环境，具体的生活，我们要准备欢迎天主赐给我们的恩宠。我们也要学习圣母玛利亚圣雅敬圣安娜的好的榜样。在我们今天的祈祷中，我们特别纪念我们的祖父母，还有我们教会的长者。主，我们把今天的全部生命奉献给你，请你指导我们的思想和言行，使一切都增加你的光荣，帮助福音的传播。主，愿你圣宠充满我们的心灵，使我们今天的举止皆以你的旨意为准绳。求你帮助我们全心全灵全意全力效爱你。我们决意把个人今天的一切苦乐成败奉献给你，并愿把世界各地所举行的弥撒呈献给你，为光荣你的圣名，并为拯救世人。我们要效法圣母玛利亚及诸圣人圣女的榜样，终身侍奉你。主，请以你的宠爱沐浴我们的身心，也求你施恩于我们的父母家人亲友及一切恩人，施恩于教会首长、国家领袖及各级政府官员，使他们依照你的旨意为众人服务。全能永生的天主，求你配赐我们圣神的恩宠，求你把分施西恩的安慰者圣神倾注于我们及一切信徒的心中，求赐我们敬畏及孝爱之神，阿们。求赐我们聪明及刚毅之神，阿们。求赐我们超见及明达之神，阿们。
求赐我们最高的上知之神，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。阿门。请大家祈祷。主，求你是一切信仰你的人捐弃成见，扫除障碍，使基督的信仰在各处蓬勃发展。求你使一切基督徒走向同一步伐，并使尚未蒙受福音的广大人民获得你的真理及生命。我们把一切伤心人的意愿和希望交托在你手中，并奉主耶稣的名为他们祈求。我们的天父，愿你的名受宣扬，愿你的国来临，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如同在天上。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，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，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，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，但救我们免于羞恶。阿们。我们感谢天主，他祝福了圣母玛利亚、圣雅静、圣安娜的家庭。我们也求天主祝福我们每一个人的家庭。愿主与你们同在，与你的心灵同在。愿全能的天主、圣父、圣子、圣神降福你们。阿们。圣道里李真，我们去传播福音吧。感谢天主。向天父来信，不显不隐，像水面浮冰，漂流不定。人生的际遇，稍纵即逝，切莫等待，切莫。